不能忽悠，不能忽悠，家人，不行不行不行，不行，不能忽悠啊，家人们啊，不能忽悠，不能这样忽悠啊，家人们，对不对？人无信则无立，对不对？你不管这善意的谎言，你说多了，善意的谎言说多了也麻烦啊。这样吧，家人好不好？我就把他叫过来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然后你们帮我说一下，行不行，家人好不好？你们帮我跟小丽说一下，好不好？或者是你们有人上一点麦给小丽说一下也可以，好不好，家人好不好？就是不要有太多的心理负担，知道吗？就把我的，因为有的话我不好，比如说啊，我的目的是让这对父女，知道吗？从阴霾中走出来，对不对？拨开云雾见青天，能让他爸爸开开心心，能让小丽无忧无虑的，知道没有？过他这个年龄该过的生活。但是我的话当着他们两个父女说，他就恶心了呀，是不是，家人们？是不是恶心的？如果当着这个父女去说这些话，你觉得是不是恶心？是的，跟我打个是来，家人们来。所以我说不出口，你知道吗？你们帮我说行不行，家人好不好？行不行？行不行，家人们好不好？我去把他叫来，你们帮彭照说一说好不好？行的，跟我打个行来，然后我去把他叫过来。你们就告诉他一点呢，不要有心理负担，对不对？说打一折，好不好，家人好？我就把小丽叫过来，好不好？我给他发个消息，我给小丽发个消息。我没招了，家人们，已经没招了。小丽，你现在有空啊，来一下我这边这个房间，好吧？行吧，我在开播，对，嗯，发给他去了啊。小丽，你，我发给他去了，我看他过不过来。您帮我跟他说一下啊，家人们，好不好？行吧，嗯，来都来了，对不对？咱不能空手而归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，家人们？家人们，有人说彭少，你给他买黄金。家人，你们想过一个问题没有？嗯，结婚的时候才买这些东西，知道吗？懂吗？你们别跟我传递一些错误的信号，知道吗？你们别跟我传递一些错误的信号，知道吗？玉是用来……他为什么我跟他买的东西？因为这个东西对他是一种遗憾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对吧？因为知道他妈妈，他那个玉是他妈妈留给他们的，对吧？我是帮他弥补他的遗憾，知道吗？我现在就跟他买什么黄金首饰，那不是结婚用的东西吗？你们是想坑我，你知道吧？你们又想忽悠我，我去忽悠小丽，你们又来忽悠我，是吧？嗯。哎，小丽过来了是吧？我去开门了，家人啊。我在开播，我在开播玩。对，你没开播是吧？我没有，我跟家们说想你了，知道吗？你跟你爸在聊天是吗？对。你在聊啥呀？就跟他东聊天西聊，还问他今天到这里来开不开心呢？来，家人们想不想看小丽？想不想？来，小的给我把666扣起来，家人们来。来，小的给我漂泊小星星来，家人们来，给我做做数据来，漂泊小星星好不好？行不行？然后给我漂泊小星星，家人们来，漂泊小星星。然后公屏上跟我打个欢迎，好不好？打个欢迎来。你看家人们多热情，你看到没有？他们现在想看你比想看我还多，真的。是吗？真的，他们现在已经不想看我，他们看我时间太久了，知道吗？有的看我两三年了，他们看到我，可能。他们现在看到我都已经想吐了，就是那眼睛看到想吐了，真的。我从二十几岁看到他们看到我看到三十多岁，是不是家人们？是不是看到我想吐了？不会的，你看公屏来，你看你还没出来，看到没有？快3000人了。你看公屏的，看公屏的，都在飘小星星，看到没有？谢谢谢谢叔叔阿姨。奶，你跟家人们聊会儿好吧？你跟家人们聊会儿好吧？家人们，你让小丽跟你们聊一会儿啊，让小丽跟你爸爸来。我爸爸在房里。你要不把你爸爸叫过来，把你爸叫过来，好不好？好。你爸今天心情好是吗？他没睡觉是吧？他没睡觉。你把你爸叫过来，把你爸叫过来。家人们这样好不好？
等会我找个理由，好吧？我说我去抄根华子，好吧？然后我出去一会儿，然后我换一个号进来啊，我换一个号进来直播间，你们帮我跟小丽劝劝小丽，劝劝他爸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好不好？千金难买什么，家人们？千金难买心安，对不对？千金难买快乐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是不是？再说你们的，你们的彭少，咱也不缺这个东西，是不是，家人们？好不好？来，好的，给我打个好，你打，你帮我劝劝这位魔女，好不好？好的，给我打个好的，家人们来。如果说有人上来跟连麦是最好的啊，好的，给我打个好，家人们来，好不好？想看见我结婚，我结婚的时候，好不好？这样啊，等我结婚的时候，我请咱们直播间的粉丝来，好不好？这关键是这还最少得两三年啊，家人们啊，你们帮我吧，我从来没叫你们跟我做过什么事吧，家人们。今天啊，今天你们跟我帮个忙，帮我好好劝劝他们这个父母两个，趁他们心情好啊，进来进来，我们没关，放慢点。嗯，那没睡了，叔。洗澡了是吧？洗澡了吗？嗯，还没洗了，没洗啊？洗了，洗了是吧？在聊天呢。你们当然有人啊，自告奋勇的，好吧？我知道直播间的人特别多，你们自告奋勇的跟连个麦都可以。啊、我给你搬个凳子过来。啊、你坐，这样我出去有点事儿，我出去有点事儿，好吧？你们坐。你跟家人们聊好知道吗？家人没看到你知道吗？你坐这里。啊、你让爸爸让你爸爸坐这里，让你爸爸坐这里。那你爸爸都是这个对，他坐矮一点舒服一点，你知道吗？对，坐矮一点舒服点，好吧？坐矮一点舒服点，然后这样啊，这样，可以看到吗？可以看到吗？你跟家人们聊会儿，我出去有点事儿啊。好了。谢谢。谢谢叔叔阿姨们的关心。完了，家人们好。我、哦、你个头疼啊，家人们。等一会儿我分享一下直播间啊，家人们啊，我把群我分享到群里面啊，家人们啊。完了好。人生啊如梦啊，是不是，家人们？头疼啊，我把这个号挂上来啊。你这个抖音他在玩啥呢，家人们？嗯，这个抖音到底是玩啥，家人们？我说错了啥话呀，家人们？不能造棍子是吧？我也不知道啊。来，重来一次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来，所有家人们来，重来一次啊！重来一次，家人们，咱们重来一次，好不好？来，音乐走起。没事啊。来，音乐走起来。没事。彭少家人们都能找到彭少了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好不好？没点关注吧，上面号跟下面号关注都点起来，行吗？咱们自己家人都能找到回家的路，好不好？所以我平时跟你们说了啊，一定要把彭少的号都关注起来，因为彭少这个嘴巴吧关不严，对不对？啥都照直说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好不好？没点关注吧，上面号关注点一下，下面关注号关注点起来。没有进群的，怕把找不到彭少的，去彭少大号上面申请加群，申请加群啊，家人们啊！哎，笑啥？你们又要笑我啊？完了，咱们等家人们回来好不好？回来了很快嘛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马上回来一千二了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是不是了？马上回来就一千二了。对，没说什么呀。我后来看了一下，家人们啊，没啥事儿，无非就是举报一下，对不对？无非就是小人捣捣乱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没事儿啊，好不好？小丽洗澡去了，她洗澡去了，刚刚。
因为他爸爸没要洗，你知道吗？他爸爸回去，洗完澡后，然后他说，我都等一下过来聊一会儿，聊会儿之后，他先洗，洗完之后咱好睡觉，你知道吗？好休息啊。小丽爸爸拿着拐杖，拐杖不能出来吗？啥规矩？来，所有家人们，第一步，分享直播间来。把直播间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，好不好？家人，好不好？让咱们这个家庭的人越来越多，越来越热闹，对不对？来，分享直播间开始，每个人都分享一下啊，家人们，好不好？感谢你们。小小场面啊，没事啊。感谢你们的分享，马上回来1500人了啊，家人们，感谢分享。来，第二步，家人们来，人机票呢？小星星呢？再来一次，家人们，再来一次，把咱们直播间数据做一做，好不好？行吧，把直播间数据做一做，好吧？感谢你们的支持，感谢我湖南宁夏阿姨，感谢心里有苦阿姨，感谢单身阿姨，感谢金浩阿姨，感谢你们。来，人机票，小星星给彭涛走一波。谢谢。好，马上回来1500人啊。苦中作乐是不是，家人们？是不是苦中作乐？谢谢家人们，谢谢家人们。我觉得我们的直播间的凝聚力越来越好了啊，家人们啊，凝聚力越来越好了。这就是彭涛想看到的一面。咱们直播间希望每天都能开开心心的，知道吗？怎么断播了？不知道我怎么断播了啊，家人们啊。来，所有家人们来，第三步来，每个人跟我打三遍啊，打三遍上人，马上有人干到1600、1700去，对不对？来打一波上人，家人们来，1500多人呢。这谁呀？老找我连麦，好烦呐、啊，真的，谁老找我连麦，真的。感谢家人们的支持，必须支持，对不对？不支持还不行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谢，来1600了。好了，谢谢家人们啊，谢谢您帮彭少维护直播间，谢谢您帮彭少做数据啊，家人们啊，谢谢你们。我刚刚去看了一下，家人们啊，为什么断播？家人们，你们告诉彭少为什么断播？有家人说彭少是拐杖不能出镜，对吧？有的彭少说你收了票子了，对吧？是吧，家人们？不是的啊，都不是。我刚去看了一下后台，知道吗？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？最大的问题是直播间人太多了，知道吗？明白这个意思吗，家人们？三姐说的对啊，最大的问题是直播间人太多了，懂吗，家人们？懂得跟我扣波666来，咱们不多说了，好不好？不多说了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，好不好？你们懂的，好不好？我刚看了一下直播间，看一下后台，知道吗？没事啊，没事，家人们啊。哎呀，这谁老找我 PK， 真的。手都点酸了是吗？谢谢你们。有句话这么说的啊，叫做人红是非多，是吧？我听说还有人组织了什么小分队来举报我，是吧？我挺无语的啊，家人们，我挺无语的，真的。闲人穷怕人富，对不对？树大就招风，对吧？难道真的是彭少退出网络、退出抖音、注销账号，有人才会开心吗？是不是，家人们？来，是跟我打不是，不是打不是来。是不是有人希望彭少退出抖音，注销账号，不要站着茅坑不拉屎，拿着流量不干点事儿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是不是这样的？
我问一下家人们好不好？你们希望彭照注销账号吗？你们希望彭照退出抖音吗？你们希望的扣一，不希望的扣二来。希望彭照注销账号的扣一，想天天看到彭照的扣二来。我看一下来，我看一下咱们家人意见好不好？不是吗？满公民都是扣二是吧？有时候挺无语的，家人们，我真的有时候特别的无语，我真是特别特别特别的无语，你知道吗？我的存在到底妨碍了谁啊？我的存在到底损害了谁的利益啊，家人们啊？哎呀，抖音不倒，我们不散是吗？我跟他们屁相干是吗？我是不是有点站着茅坑不拉屎啊，家人们？嗯，家人们，我是不是有点站着茅坑不拉屎，拿着流量不干事儿啊，家人们？来试给我打波试来，家人们试给我打波试来，嗯，是不是碰到？哎呀，我真的是无语，你知道吗？彭少不要礼物是吗？嗯。要不从今以后我要点礼物吧，家人们，给抖音创造点收入怎么样？小丽去洗澡去了，家人们啊，小丽去洗澡去了，知道吗？嗯，不知道是她去洗去了，还是她爸爸去洗去了啊？我刚刚没听清楚，知道吗？嗯，其实我说实话，家人们啊，叫小丽带货，我不会叫她带货的啊。我不会叫他带货的，你知道吧？我叫小丽去带个货，你们信不信？骂他的一大堆，你们信不信，家人们？对不对？我开播的目的，我就是跟家人们玩，跟家人们吹吹牛，你知道吗？跟家人们唠唠嗑，跟家人在一起，我觉得放松，觉得轻松，觉得好玩，这是我开播的目的。所以有时候我很长时间又不开播。以前的时候我开播，你们也知道，想几点钟开播几点钟开播，对吧？从来没有固定时间开播，是不是家人们？每个主播需要点100万个赞是吗？好久没点过100万个赞了啊！我不会需要小丽去带货啊，家人，不会啊。嗯，我现在在思考一个问题，家人，我跟你说实话，我现在正在思考一个问题，知道吗？我在思考这个问题，就是个抖音还有没有必要玩下去？这个抖音到底好不好玩？嗯，这个抖音到底好不好玩，家人？想那么多干啥？我有点累了啊！我真的是有点累了。我自己都觉得自己站的茅坑不拉屎，家人们，知道吗？那别怪抖音，别怪有人看不惯我。我自己都觉得自己站的茅坑不拉屎，真的，我说真心话，我没有开玩笑。我直播间没有黑粉啊，直播间没有黑粉，知道吗？那些所谓的你们嘴中所谓的黑粉，只敢在背后干些事儿，知道吗？他们只会在背后干些事儿。
抖音不倒我们不散，给你们上点货，我没准备，我在酒店里啊，我在怎么跟你们上货啊，家人？阿姨就想看你直播是吗？我不是，我不在谁哪个女朋友家瞎说，我是在宾馆里面，知道吗？好不好？我给你们看一下，来，给你们看一下，来，能看见吗？能看见吗，家人们？能看见吗？你不开我们看不到你是吗？我就今天啥没准备啊，家人们，今天啥都没准备。这个直播也很干净是吗？有的很多家人都跟我说，他说彭少，你不要太在意别人的想法，对不对？你想怎么玩就怎么玩，对吧？家人们都支持你，你在意别人的看法干嘛呀？你在意那黑人的说法干嘛呀？对不对？只要家人们支持你就行了。但是我有时候真的觉得很没劲儿啊，家人们，真的有时候觉得很没意思，你知道吗？我感觉好像我直播间每次人越高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就咚就没了，是不是每次这样，家人们？是不是？直播间一两千人左右的时候，哎，他挺好，对吧？人气一高就咚没了，是不是，家人？你们发现了没有？发现了扣一了，家人，发现了扣一了，好像每次都这样啊。嗯，水军多，拿来水军，我直播间没有水军，我从来不请什么水军啊。人家等我开播是吗？来，所以家人们来把上面的这个号跟下面的号都关注起来，好不好？都关注起来。那个大号，我明天应该大号开不了播啊，明天开播就用这个号开播，知道吗？好吧，明天就用这个号开播啊。没关注的把这个号关注起来，明天用这个号开播，3000多人就断是吗？没关注的把上面号跟下面号都关注起来，好不好？明天的时候我用这个号开播，明天正常情况我应该是下午开播啊，下午会开播的，好吧？不知道说什么了，家人，我不知道说什么了。这样吧，我去把小丽叫过来，好不好？看她洗完了没有，好吧，家人，好不好？叫小丽是吗？好，行，我给她发个消息啊。无语死了，那。小丽，你爸洗，你洗啊，是。哦，发错了啊，我不问了。我看有没有时间吧。小丽，你看有没有时间？家人们想看一下你跟你爸爸，好不好？你要有时间过来坐一会儿，陪家人们聊一会儿，好吗？我给他发了个消息啊，家人们啊，早点跟小丽结婚。你们做梦，家人们，你别做梦了啊！你们不要这样，家人们不要这样子。我已经说了很多次了，他年纪太小了，知道吗？年纪太小了，下不去手，家人们，完全下不去手，知道吗？年纪太小了啊。你们懂吗？搭了太多了，老娘搭太多，我感觉我跟他的这个人生阅历上都已经断层了啊，都已经断层了。你们老叫三毛啊，我真的服了，真的。你说你。我来我这么问你啊，我来这么问你们啊，你们听过一个句话叫什么吗？叫做老牛吃嫩草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的？我就是那个老牛，他就是那个嫩草，你知道吗？
你们不要太这种节奏了，家人们，好不好？你们这好意我心领了，知道吗？嗯，我这个牛不喜欢吃草，好不好？嗯，您别跟我说人家学学大学十几岁在一起，你知道吗？哥。没锁，你推下去。嗯，爸爸呢？不是你去洗澡了是吧？洗了个澡。嗯。停，家人们停，别尴尬了啊！他爸，你爸认识字了吗？我爸应该他眼睛也不太好。认识点，又认识点字了是吧？对对，好，停，家人们停，他爸爸认识点字啊，停，来，叔，您坐，家人们没什么，知道吗？说就是说家人们想看看您，知道吗？想看看您，嗯。我爸现在状态对很好。你今天不累吧？你说，今天不累吧？啊，大姐，他们说这东西好像不能露镜，你知道吗？哦，嗯，家人们说不能露镜这东西。你跟家人们聊会儿，晚上好。来，我跟家人们先说点话啊。家人们啊，刚才我跟你们交的任务，记得了扣一来。我刚才叫你们跟我帮了忙，记得了扣一。刚才不是跟你们说叫你跟彭道帮个忙吗？记得那个忙的什么忙？记得了扣一来，家人们来，记得了扣一。刚才我那个大号上面我说你们跟我帮个忙，记得了扣一，都记得是吗？好，交给你们去了啊，家人们啊，交给咱们直播间的叔阿姨来了，他们有话跟你说。啊，他们有话跟你 说, 跟我说、啊、对，你们如果说打算学想连麦，你们可以申请在公屏上打，谢谢在公屏上打一个连麦，好不好？然后再让小丽连你们，好不好？我在旁边去一会儿啊，家人们啊，免得尴尬，对不对？好不好？你们聊好啊。叔叔阿姨们，我哥他又在闹啥神秘啊？没有闹啥神秘，别瞎说。晚上好。我出去一会儿啊。哦，好。你们看一下我爸爸今天。